那天喝醉后意外和一个男生发生了一，没想到他是我上司，幸好没被他发现。但是糟了糟了，又要迟到了。哎哦，哎呀，又迟到了。你怎么又是？还有大热天戴口罩干嘛？要你管什么啊？哦，我那个，行了，再有下次人事部报道吧。哦，好的，夏总监。切，什么臭毛病。等一下，把口罩摘了。哦，姐啊，来了来了，夏总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呦，吓死了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怎么有个人加我？谁呀？这是？是他，居然还有脸加我，他想干嘛？还好意思提？臭流氓！哼，笑这么开心，你给我进去吧你！哼，笑不出来了吧？你带着你的方案过来。啊？哦，怎么面对这个臭流氓啊？那个夏总监，这是我的方案。这都写的什么？拿过来重写。好的，夏总监。于是我又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回来了，看我怎么耍耍你，呵呵。哦，什么狗屁领导这么凶，换我肯定不会凶你。还不是你凶的我，看我怎么报仇。我是猪。还挺像的。笑得这么开心，方案都改好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还在改呢。下班之前改不好你就可以收拾收拾走人了。哦，好的。凶什么凶啊，什么消息？今晚要不要再见一面？这个报警门可能努力抖音。